这个地壳能，哇哇哇哇，这什么东西？我再看一遍。这个电视还好吗？嗨，伙计们，你们好，我是鲤鱼。那么这次一起来玩，Amanda the Adventure。哦，他刚才的脸为什么黑了？这个游戏听说出了全新的最终测试版。什么叫最终测试版？也就是说它离正式版不远了吗？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和以往的测试不太一样，连一开始的画面都变了。我们这是在仰望星空嘛，外面貌似还下着雨哎。然后我们的开始键都变成了磁带了。哦，这个设置有什么用？有字幕大小，这个字幕大小都是英文啊。Very high， 哇，可以设置画质的。我就是最高画质，发生什么？哎，最高画质怎么变亮了？我不要这个曝光这么亮啊，我再调回来吧。这样才正常。一起来看磁带吧。这次我们会发现关于阿曼达的哪些事情呢？哇哦，我这是在一个阁楼上哎，这什么？这是烤箱，我可以把人放进去烤吗？475度，这里面有个宝箱啊。外面果然在下着雨，这宝箱我什么都摁不了。哦，这个鼠标小精灵还是跟着我。我估计它版本再怎么变，这个鼠标永远不会变。这是洗衣液吗？哦，不是。这是某种玩具吗？搞不太懂。好多箱子啊！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阁楼。这是钟，这个钟有什么用？我可以调表的，难道说会蹦出什么奖励吗 ？Wait， 可以暂停吧，看一下它的简介。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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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bang。继承了凯特阿姨的房子后，莱利帕克开始探索这位隐居的女人留下了什么。在阁楼上，瑞利惊奇地发现有一台旧电视旁边有一堆录像带。哦，所以说我们这次是 Riley Park， 好吧，不知道跟上一代那个被控制的人是不是一个人。继续探索吧。这是什么钢琴？哇，我想到我的任天堂纸板钢琴了。都可以弹的。什么声音啊？刚才，等一下，我听到咯吱一声。应该是错觉。怎么又有那声音？算了，这是什么？像磁带录音机，放映的。哎，可以调时间的。这个有什么用吗？这是什么密码吗？它和我现实世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柜子，这里有密码锁，我要破译密码吗？密码是多少？什么线索都没有啊！这是什么？这里面也是个玩具，是安卓机器人吗？看着好像安卓机器人。这是书桌，又是这台诡异的电视机，旁边放着诡异的磁带，我们来看一看吧。In the kitchen， 在厨房。Hi， I'm Amanda。And I'm Wooly。Today we're going to make an apple pie。苹果派。My favorite is peach pie。桃派。Today we're going to make an apple pie. First, we need to cut the apples. Do you know what we can use to cut the apples? 我不知道，小羊不是想吃桃子派吗？你为什么一直只坚持吃苹果派？当然是用刀切了。五个字母单词，我想个什么呢？用人切吧。We can't use that. 字母不够，用魔法。We can't use that. We can't use that. 用鲤鱼切。We can't use that. We can't use that. Good job. 他又把我自动输的。我没有输刀。I don't think we're supposed to do that by ourselves.
It's always good to be brave when you're by yourself. Look, I'm a pirate. 小羊很害怕。That doesn't seem safe. Okay, Willy, let's cut the apple. 吃羊肉吧。We have almost everything we need to make our pie. We just need some sugar. Sugar. Do you know where we keep the sugar? Is it in the pantry, the refrigerator, or the sink? 找糖啊，这个太简单了。糖一般都是放在橱柜里的嘛。点小羊会发生什么？点不了。哇，这个 floor 不是地板的意思吗？哦，好像是面粉。floor 是 F-L-O-O-R， 什么英语课？故意点冰箱，冰箱长眼睛了。Nope, try again. 我就不停点错。水池。Don't you want to help me? 他的眼神越来越诡异了。Wait, let's make a pie. Can you smell the apples and cinnamon? Okay, it's time to bake a pie. First, preheat the oven to 425. I don't think we should be using the oven by ourselves.We should always ask a parent to help. I'm not sure where they are right now. We're on our own, Willy. First, preheat the oven to 425 degrees. Then, put the apples into the pie tin. Now, put it in the oven and bake it for 40 minutes. 这样就做好了。The pie is ready! I can't wait to eat it! What's your favorite kind of pie? 我最喜欢什么派？我不知道，Beauty Pie。哎，我打错了。That sounds delicious, Willy. Let's have some pie. 哦，随便打的，刚才是。哇、哦，这个磁带就掉在地上了，太诡异了吧！我们，哇，他刚才说到他父母的时候，眼神特别迷离，怕不是他的父母变成了 pie ？No， 烤箱什么时候到这里的？我刚才明明记得烤箱是在这个位置的，谁帮我搬好了这一切？我可太感谢他了。哦，他刚才教我做苹果派，对吗？哦，这有盘子，水果。哦，我有我自己的独门秘制小配方。这什么？这橘子。我们来发挥想象力吧。哦，这还有 banana 香蕉派，苹果加橘子。我们再放一个香蕉，噔噔，这就是我们的鸡鸡派，我们的鸡鸡派成功了。鸡鸡派放到里面，我能不能再加别的东西、啊？我们能不能放进去 ？OK， 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增加鸡鸡派的香甜。No， 草莓，哦，爆炸了！呵呵，鸡鸡爆了，然后呢？然后呢？哦，我做错了吗？我做错了，它就爆开。我盘子怎么爆没了呢？我的盘子，哦，我的火忘调了吗？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找一个苹果，我们找一个苹果扔进去，哎，盖上。什么？趁他不注意丢进去。他不让我做了吗？为什么？我这次想老老实实做个苹果派，没有盘子他就不让我进嘛。开，让我进去。OK， 我重开一局，我重开一局。哈哈，你，我一直点错会发生什么呢 ？So where's the sugar？ 哇，他把冰箱什么的全都拿走了。OK， 只能选这儿了。Wait， can you smell the apples and cinnamon？美汁汁。Okay, it's time to bake a pie. First, preheat the oven. 425度。我们这次要严格遵守阿曼达大厨的要求，425度非常的精准。时间是40分钟，我刚才时间是不是都乱调或者没调 ？Okay, 盘子啊，我们这次只放个苹果试试。这次可以了吧？哇，40分钟吗？不是说好的？难道说时钟加速了？不要吧，怕不是什么替身攻击。哦，这是一盘被抹掉字迹的录像带，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主题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赶紧去看一看吧。可以换一个新电视吗？他没有新电视。Hi, I'm
I'm Amanda. 你好。I'm Wolf. We're at a petting zoo. 哦，动物园。That doesn't seem safe. Whoa! We don't have much time. 刚才是什么画面？你好。后面有声音。哇，磁带崩坏掉了。哦，阁楼。哇！Tomlinson， 就这样而已。那这次的测试版就这样结束了。看起来它正式版的话会有很多场景和内容啊，也许我们可以到户外之类的。我不清楚，我想把刚才的那些画面逐帧的检查一下，看看闪过去什么画面。OK， 我们看一看刚才。哦，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哦，这可能是正式版会出现的画面，动物园。这里有鸡鸭鹅狗猫吗？好吧，鹅狗猫没发现。这里面有其他小羊，哎，看到没有？然后的话，哦，这是小羊受伤了。哦。这是刚才厨房的场景，拿着一把刀要杀了他们。这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刚才阁楼出现的那只巨大的怪物手，不会是阿曼达来找上我了吧？天哪，这个阿曼达看起来就像是恶魔一样，或者说是被恶魔附身了，我也不清楚，全靠作者的想象力了。哦，他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可能他只是抓来一只没有灵魂的羊，把灵魂注到了这个羊里面？算了，我不能想了，我想起钢之炼金术师了。一共就是这几个画面，我们再进去瞧瞧有没有其他类似彩蛋的东西。哎，这个密码锁的密码是多少啊？我上网搜一搜吧，这个密码是什么？哇，有人专门为了破解这个谜语做出了这些奇怪的东西吗？不仅仅是柜子，这里有个保险箱也需要密码。这保险箱还是个三位的。嗯，书的这里有696，还有206、532。哇，不会要把这些都试一遍吧？不行，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像。这些东西暂时都不能用啊，不过我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啊，给你们瞧一瞧。就他们有的人通过类似模组吧，可以透视到这些地图里面看不到的地方，挺有意思的。哇，他这是在真正的看电视，我们一直是全屏看电视。还有那个，这个地壳能，哇哇哇哇哇，这什么东西？我再看一遍。哎，原来是这个东西。哎，怎么长得跟之前不？这是一个青蛙吗？哦，那好像是他的头发。这就是阿曼达，变异的阿曼达。哇，他眼睛是长什么了？汤圆吗？哇，哦，这太酷了。哇，哦，哇，这下面是一个这么大的 Amanda。天哪，他就长这个样子。哇，这就是一直我们玩 Amanda 最后面被一个怪物消灭掉，看来就是他了。他的手是这样伸出来的。哦，好吧，那么这就是 Amanda 最新测试版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不妨在视频下方顶个顶，订阅一下吧。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我懒得用特效，记住保持微笑。Tomorrow and everything will be fine.